徐伟宁外表亮眼，演技备受肯定。三摄自徐伟宁 IG 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女星徐伟宁拥有美国及意大利血统，长相十分美艳，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也有目共睹，精湛演技备受肯定。日前有人在脸书 PO 出一名警察的照片，让网友惊呼根本男版徐伟宁。徐伟宁看到照片后也幽默回应，有网友在爆料公社 PO 出一名警察的照片，大赞这警察颜值高到表表的，并发现这名帅警察的精致五官竟神似徐伟宁。据了解，该名员警姓吴，投入警界两年多，俊俏的外形时常被民众拿手机偷拍，还有阿公阿妈会问他少年仔帅哦，有没有女朋友，天才外表引起热议。据 ET Today 报道，徐伟宁透过经纪人表示，已看过吴姓远景的照片，也认为他和自己很像。身为独生女的徐伟宁回家后还问妈妈，我是不是有弟弟，徐妈妈也幽默回应，被你发现了。母女间的对话相当有趣。而天才警察的明星脸也意外得到本尊认证，吴姓远景神似徐伟宁。三摄自爆料公社脸书，徐伟宁又搞笑问妈妈自己是否有弟弟。三摄自徐伟宁 IG